对不对？猜王俊凯会跟谁在一起？没有，他不是给你现在谜底已经揭晓，是跟戴建州在一起。王院长支持的人是戴建州。大开玩笑，王金平支持的是自己，赖清德讲得欲罢不能，对外不避讳表现出对2024的渴望，而对内他也准备好了。赖清德为了确保竞逐2024总统大位的优势，他不仅呢亲自挂帅担任党主席，而且他还有一批沉默舰队。细数新系的沉默舰队，党务系统当中就有局系子弟秘书长徐立明，而资深议员周威佑担任主席室主任，行政部门副院长新系的郑文灿，出身台南的发言人陈宗彦，以及曾担任过赖清德台南市长任内小内阁成员李孟彦，那还有就是文化部长史哲、陆委会主委邱泰三、副主委梁文杰、海基会副董事长邱垂正、侨委会委员长徐嘉清，不是新系成员就是跟新系有相当的渊源。不过现在党内还有未爆弹需要拆除，赖清德的路障，也是挑战，对，必须清理战场。人家要看你新的党魁有什么样的具体作为，要先政治的宣示，实际的作为。就任党主席后，赖清德先是处理台南市议长贿选争议，接着定出学轮机制，然后要扫除党内黑金，一步一步要拆除党内未爆弹，确保2024总统路不会有任何意外成为阻碍。环宇新闻庄品达、杨芷玉台北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